在 Text 中复制的功能时，您可以将聊天视窗中的任何文字复制到剪贴簿，以便在其他应用程序中使用。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因为它允许您快速且方便地保存或共享聊天对话中的资料。要使用复制功能，您可以在聊天窗口中选择要复制的文字，文字复制到剪贴板中。您可以在其他应用程序中使用它，例如在文字编辑器、邮件客户端或网页浏览器中进行贴上操作。这样，您可以轻松地将聊天窗口中的讯息与其他人分享或保存到您的个人文件中。现在要把这些贴成一个文字档。好，所以我就从这一个，因为我要这一段文字的话，你看这一个，其实它是一个 copy， 拷贝这些字了。我能不能再稍微给你看一下？例如说我的一个使用，就是帮我写程式。ChatGPT， 你看我在 Excel 2021的储存格可以插入注解， A1 到 A5 范围我都有注解，可是如何自动取出 A1 到 A5 范围每一格储存格的注解内容，放在 B1 到 B5 范围中，利用什么软体来去撰写，可以了解吗？而且我还希望说它分两次来去抓注解，有没有看到？他就说以下是这个 VBA 的程式嘛，我要使用它就是 copy code， 所以我只是要介绍这一个，这叫 copy， 请你要认识 ChatGPT 里面的这个 copy 这个图示哦。好，那至于这个按赞或者是不喜欢，这个就不用管它了，我只是要请你知道这一个。好了，你看我现在回到刚刚这个 new chat这边，我是不是要复制它？接下来我先放在我的桌面上，新增一个文字档贴上，可以吗？这就是刚我复制的。接下来继续到这后面，回到刚刚我生成的是这里这一段贴上，接下来到这边，因为总共做了三段 copy 贴上。可以吗？好了，那这就是我透过 ChatGPT 完成的文案。档案我先储存。因为这个叫做安非他命，认识安非他命。好，